来首应景的歌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怎么弹呢？下切上，上切上，下切上，上切上。好，你会发现我一直讲切上。什么叫切上呢？切就是用弹下去的同时，用你的手掌心压住弦，所以它是没有声音的。切上，上来的时候是没有压住的，所以它就有声音。好玩哦，好，自己弹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弹的。母亲节快乐，拜拜。